有没有人觉得廖艾斯有点像？好像是很像的，有像吗？这些我不理解啊。陈冲憨屁还是十三独眼兄弟姐妹？好像哦。有位网友说，瓜牛表情把便秘诠释得很到位。我都还蛮顺畅的他只要在等待他紧张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便秘脸就是这样然后他自己在爆筋这样就很像正在拉屎这样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那他便秘的时候真的脸是长什么样子搞不好他是唱歌的时候像便秘的脸但是他便秘的时候是像唱歌的脸网友阿乐健说有没有人觉得廖艾斯有点像放火真的很多人讲说我很像放火，我跟他应该算不一样啊。我觉得放火比较帅，我去点了一下放火的那个 IG， 然后比对了一下，我觉得天差地远。为什么？因为一张照片我可能只有2000个赞，但放火有40000个赞，对我来讲应该算是形象提升啊，形象提升。你写说陈冲和屁孩是失散多年的姐弟吧？是，我也觉得，因为眼睛都是这样子细细弯弯的，然后，其实鼻子也蛮像的。嘴唇的颜色也都是比较稍微粉粉淡淡的，然后我又比较黑，一开始还没有觉得，但是就是画了那个陷阱妹的妆之后，学府有把我们两个照片 P 在一起 ，Oh my god， 根本就是有血缘关系。屁孩其实他创作很有才华，所以我觉得可以当他姐姐，我也是，蛮荣幸的。但如果他可以不要这么不正经，就更好了。陈冲和屁孩是失散多年的姐弟吧？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对陈冲好像不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我看到网友说某几分几秒，他发现很像，下一页就是好像哦，真的有点像哎，陈冲，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长得像这个样子的。我在这里郑重的宣布啊，她不是我姐，她是我妈，她是我妈妈。对，陈冲她是冲妈，对，所以我就是她养的熊孩子这样的。她在群组里面非常照顾我们，要约什么都是她安排的这样。也谢谢她忍受我这么久的，就是一直在群组里面乱讲话这样。但如果她可以不要这么不正经，就更好了。谢谢妈妈。哦，只有我觉得芝芝很像女版的好好妈，好的。浩浩吗？到底是有像吗？浩浩有戴眼镜哎，有像吗？浩浩都怎么样？有像吗？浩浩啊，有，我觉得太崩坏了。来下一题好不好？下一题，芝芝好像蕾哈娜，可以吧？这个我承认，因为我也觉得蛮像的。喜欢像蕾哈娜还是像浩？当然是蕾哈娜啊！不是浩浩，不好意思，因为你有戴眼镜啊，比较跟我比较。我们风格不一样，我唱英文歌嘛，蕾哈娜好了 ，OK， 有比较婉转一点，还是跟浩浩比较像。下一个，Joy 720325，完全无感，叫无非不要学小甜甜布朗尼的唱腔，真的很像唐老鸭。小甜甜布朗尼是谁？小甜甜布朗尼。他谁？他是女生啊。可是为什么会像他？就是那种那种声音啊。这点我不理解啊。唐老鸭，对啊，我唱歌就是这样啊。对啊，我就是唐老鸭，呱。